送饭。一群人围在骑楼，突然有两名男子互殴拉扯，还一度站不稳，差点跌倒。一旁民众赶紧上前劝架，试图要把双方拉开，但两人越吵越凶，附近民众吓到退到旁边，好在警方互报，迅速赶抵现场。是什么意思？大概十三十。牙就是那个针。两名男子参加尾牙，结果大打出手，而他们举办尾牙的地点就是知名的海鲜餐厅。活跳跳的海鲜是餐厅招牌，现在正值尾牙季，餐厅定位已经来到九成。明明是开心尾牙，怎么会大打出手？事发在20号中午，台北松山区八德路四段，王姓男子不满同事说他坏话，叫他喝酒别乱讲话，对方不满被呛，动手攻击，双方就打成一团，脸部和背部都擦挫伤。双方没有提告伤害啊，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第二款、最高还是可以处18000元罚。另外民事部分啊，若双方日后提告，也会面临损害赔偿问题。尾牙喝酒翻脸，同事互杠，只是这一拳下去，双双进警局，不但冲突没和解，隔天上班还是得见面。三立新闻郑祥仁、林玉君台。